迎接2012，屏东县长曹启宏带队变装采街，在县立体育馆举办跨年晚会，邀请叶爱玲、王中平、孙淑媚以及 Super Seven 等明星团体演出，长达780秒的烟火秀，陪伴屏东县民倒数跨年。跨年夜，屏东县长化身成海龙王，发送红包给民众，讨个龙年好彩头。向所有全球的华人拜新年，希望我们新的一年，世界更和平。我们的气候真的是要世界都要风调雨顺。那我们很开心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真情是不易，在我心中再没有谁。今年屏东有多个乡镇同步举办跨年晚会，邀请歌手叶爱玲、王中平、孙淑媚以及 Super Seven 等偶像团体演出，和民众一起跨年，气氛温馨又热闹。2012年龙年哈啊，祝福啊大家拢会当得到啊幸福快乐啊，这个好日子啊嘞哈。780秒灿烂的烟火秀，象征来年光明的起站，共同迎向新的一年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美华、简静茹、李娟荣，台湾屏东采访报道。